美好的早晨，在这里一起做礼拜，你们觉得幸福吗？幸福是简单的幸福，还是经过研读圣经，相信上帝的话语，或者是将你们的幸福分享给别人呢？没关系，不管你是哪一种，我们请全部站起来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《幸福》。好像幸福储存在头发里。
在不着。